那肾就要缘分了。没有这个大桥，我可能还不知道肾在什么地方就是了。自从造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来到南京来了。那我也是在南京土生土长的人了。然后呢，随着大桥建造好之后，我们家父亲呢就留在了南京长江的大桥。那时候是提出的三不怕，是吧？不怕苦，不怕晒，是吧？还不怕流汗。我们那是个农民工嘛，来了干的简直是，一上班不带穿棉衣的，一上班棉衣就脱着穿棉衣晒。工的时候都是冬天施工最多，夏天的水位高，水上不大施工。高兴，激动，真的，我们在高头是讲起回头来讲不得感情，没得感情，实际上还是有感情的，懂吗？我们在高头，真的天天围绕着转来转去，几十年下来，真的很有感情。